努力跟改造，成为全世界的大品牌的快餐，是我们大家一起把它抚养出来、创造出来的。感谢你们的支持，好听乐基美好的未来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我也没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 Q 乐基招商的这个说明会。今天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我们 Q 乐基新的展现。新的空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连锁概念，快速的发展。